天南地北谈华语。怎么老顾着回复手机信息？赶紧把工作做完。放心，报告我都打好了，我在看家长群里的信息，刚才妈妈们的讨论我都没参与，现在看一下他们都讨论了些什么。哎呀，真是防不胜防啊。防什么？孩子又半夜起来背着家长打游戏。大伙儿这么一讨论，我才知道这问题并不只发生在我家，别人家的小孩好些也这样，都经不住诱惑。怪不得年纪小小就佩戴眼镜了，有的才一二年级就已经看不清楚书本上的字了。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用手机喂养他们，就不能怪孩子沉迷于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了，都是家长自己种下的根。哼，净说些风凉话。不是吗？有些家长自己放不下手机，孩子没有其他乐子，不就也抓起手机享受屏幕给他带来的感官刺激吗？画面转换如此快，既有会动的画面，又有那么棒的听觉效果，被动的接受信息和感官刺激，久了也就难对其他活动感兴趣了。你是不是看过我们的聊天记录？家长们正好谈到感官刺激这回事。我又不在那个群里，怎么可能看过你们的聊天记录？这个问题是普遍性问题。有家长说发现孩子看不良视频，以前他们家老大是在中学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，现在老幺才读小学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。八成不知道是什么视频，纯粹好奇或不小心点击看到，一次两次之后，这种感官上的刺激使人不自觉地乐在其中，如果再没有人劝导，恐怕就上瘾了。防不胜防啊。有家长说孩子是打错字，输入了一些关键词，那些不良视频就这么出现在屏幕上了。这些色情的、暴力的视频对青少年小孩的毒害没此为甚，就连成年人也未必能不受诱惑。这一句成语用得好，成语没此为甚，莫是莫非的莫，意思是没有谁或没有什么，此就是这个，为是作为的为，在这里表示程度，甚是欺人太甚的甚，莫此为甚，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，形容程度严重到了极点，或是事情的恶劣性质极其严重，用于负面的。天南地北谈华语。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，李林和谢嘉丽播讲。节目重温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.com/aifm.malaysia 或浏览 YouTube 频道，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。